雪梨同学，那今天呢是在天津的第二天，今天是1月1号元旦。那现在在我身后这个就是天津之眼，但现在的天津之眼呢是没有开的。走在这里还是蛮舒服的，可以看到大家还有人在玩这个羽毛球，还有小狗狗会在这个河面上。哇，好美啊！大家都来这里聚集过元旦。对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个，这算是湖面吗？水河面。那河面上就是遗留下了昨天跨年剩下的一些泡的垃圾，好多呀。现在走的这条街呢是意式风情区，这边就非常多小洋楼，有在身处在国外的那种感觉。现在要去搭那个观光巴士，然后刚刚到了天津之眼，没有人在那里售票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意式风情区的这个观光巴士的首发站来买票。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呢，去买了这个熟梨糕，应该是天津的这个小吃，然后大家就来品尝一下好不好吃。您全程是草莓的吧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啊，对，那个是草莓。景点景区到了，您能领略到一角海河观光带，好像发包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我觉得也差不多。让我们从洋溢着异国情调、风景旖旎的高地广场出发，真是什么？以360度的观光视野，随车游览天锥溪。等一下再去吃别的美食吧。车子已经来了，要上车了。基本上大家应该都是坐二层，这个是双层巴士，观光巴士会途经20个景点。我们将为您展示一个美丽的天堂。两张。老瑞阳，老天队来了，你要饭吗？耶，好期待！哇哦。真的是第一次坐这个观光巴士，哇，真刺激，真刺激！哇哦，真的是每个景点都会有这种双层巴士，哎，真的是第一次搭。坐哪儿？啊，坐靠窗。哇、哦，有点冷了。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大概4点多了，那今天是太阳下山，大概是5点吧，快5点的时候下山，我们就可以坐成这个双层巴士看的夕阳。然后这个途经好多地方。然后等一下会再从这里下车。整趟一下来大概是40分钟左右，会回到这个意式风情区。然后要建议大家要坐的时候，一定要坐在靠右侧，右侧会比较多景点可以看。